这奇门阵果然了得，隐泉山之物将这山体隐藏。只是，阵眼似乎不久前被人破了，否则就算我师傅前来，也发现不了此处。前面的山壁并非天然而成，应该是一道隐蔽的机关大门，定是一品坟的入口了。以山为木门，南阴的工匠下了血本，除非凿山入洞，否则绝难打开。那里倒有处缺口。 诸位都看到了吧？现在你们知道为何入这一品坟非我家小前辈不可。<笑>哎，看到了吧？这个轻功呢，煞也不错。何止是不错，这样的轻功在万人册里也得留名吧？哎，你怎么那么淡定？哦，我这也分不出来真假。也看不出来高低啊。哼，那你学着点吧。